绿色要发展，土地的养好。我们就是黑土地的主治医生，我们齐秀农场实验室从2005年就开始研究黑土地，现在已经快研究20年了。黑土地能这么肥，就肥在有机质含量高。方东，你再给大家说一说。其实土啊，就跟咱人一样，早发现、早预防、早治疗。每年我们会对全场126万亩耕地进行全面的土壤检测，会取1500余份的土样，争取呢让每片黑土地都有自己的体检报告。